很无脑的。来，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县长之话，我是老霍。来哈，换了一下这个队形哈，换了一下队形。看起来是抓狂小武士哦，我好像挥神挥错了。他这边的怪啊，就是打了会掉气跟打了会抖这两个特性，哦，这两个特性。然后捕尸是园林猫跟风花小白啊。盾快死了，好，雨从二重唱上来了哈。哇，扛不住哎吼，这一团就很明显了吼，刚刚那个真的是比较强哦，看三个影片哈，OK OK OK， 所以要小心哈，非常小心谨慎啊，哎呦，被打倒了，有够机车哦。这一团就很明显挑战了一点哈，挑战度高了一点哈。好，你们看到那个没有拉稳穿透穿越的时候，就会形成这个状态哈，要很小心哦，非常小心。被砍到会随机目标，哇，那又发现了一个新地方哈。没关系，就慢慢来哈，慢慢来。打王的难度啦，就是打王的难度。就稳住就对了哈，稳住就对了。
他以为啊，太可怕了哈！我靠，太可怕了！这一场就真的很挑战性好了。大日如来光背，来再唱啊！雨神二重唱。刚好可以试看看了哈，来试看看。然后他有给一个叫做这个，这个叫什么？要的。这给一个他们要的使用。商量好 ，OK， 然后就点进去。哇，不行，不行进去。要英文打就好了。他应该要开放车轮的啦，不能车轮真的是太吃亏了、哦。然后一个东西他会送十个啦，其实就是这个啦，叫做伤药啊，就是这个伤药。啊，我囤了很久哎、欸，灵药、战药、伤药。好，那我开场唱好了啦哈，开场唱好了。星子武神怎么能杀？打了十多分钟。星子武神，什么星子武神？你要问内容，你要讲清楚啊！星子武神是什么东西啊？写不掉，你要看那关的王是怎么打、啊。有的是要罗罗死才能够打，罗罗没死打写不掉啊。要看你打哪一只啊？
其实哈、哦，其实我个人哦不喜欢那种一次就过的团啊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很强嘛，那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去看出技能的差异哈、哦。那其实你看到这种所谓的要换技能或者是要换打法的时候啊，其实这样是更好的啦，就是你可以看到、哦。当你的整个组合并不是很优势于敌人的时候、哦、你要靠技能的更换或者是调整、哦、来提高你的胜率、哦、这个其实是更好的、哦、更好红灯被消掉了。那注意看哦，对方拉不拉稳哦，对方拉不拉得住，所以这个这时候你后卫要很小心哦。没有对方的拉的状态如果不好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哦？这个东西就是要去看守护的能力哦，因为你的技能其实是有守护的能力，你的守护能力如果发动，那如果盾没有拉稳的话。就可以靠守护去救，或者是有一些技能，它是可以要人守护的哦。所以刚刚那一场真的是过得太快了，就感觉到很好打的啊，砍我了，他妈来砍我！降神契合运。好，灰神，灰神，我们给这个刀扫跟抓狂小武士。需要，我们这一团是需要灰神的。啊，来了，灰神来了哈。应该稳定了啦，这样看起来稳定了、哦、然后等一下再把智力给拉起来、哦、拉住了、哦、全部拉住了，只要拉住就稳了啦、哦、拉住就稳。来给你加个智妹吧，开个黄灯，为什么老是会抖，被打抖。这个六道侠应该是忍者哈，其实玩忍者的人很少了，现在玩忍者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少忍者的技能哈。一三四五六七，来开个绿灯啊！灯啊，补个黄灯好了，补个白灯好了，补个白灯，好厉害，好强！
先打幻影小次郎了哈。其实我幻影小次郎他那一招是很麻烦的。修罗燕龟，我觉得这一招很讨厌，这招要砍两万。大白灯，闪刃天舞，气运没了，赶快来气运一下吧。有拉稳就应该就很好过了，主要是要拉稳，拉稳，然后两个护士辅助这样子就很好过，比较要注意的地方啦，主要是要拉稳，不然它的穿透很痛，而且它还带动，这比较麻烦，它的攻击不止扫气还带动。没有被消掉灯哈，就可以砍看他砍多少。袭击，然后我看灰尘又要上了，然后灰尘要再上了，好，对方的技能是会砍掉气的，你要注意哦，气少除了他会打抖你，他会打掉你的气，这就是这个
万里阿修罗难打的地方。那如果你让五支对你的五个人打，就五个人斗，那你不如是一个人斗，哦，所以一定要拉住哈，一定要拉住，要可以拉住的角色。如果你是单打的话，你就是要用你的可以这样做的，好，可以稳定拉住怪的，好，稳定拉住怪的硬解这样子，好，这样是最好的了。够一下，每月来一次。好，那等一下再换哈，换角色哈。